信，还能滋出两张的尿去。你坐门楼，我坐灯，我就是坐蛇板凳熬干油，不查你个底儿掉。我不姓肖，我就不信没有三十年不露的大宝，就为了300块钱，啊，就为了这么一顿饭，你就把你爸一辈子的脸都丢尽了。冯先生，哟，柳叶梅，你找我有事儿？这是您上次留的作业。哦，哎，不错不错，很有进步。哎，下边要开算术课了，你加把劲儿啊。以后我上不了课了。这出什么事儿了？家里断了顿儿，领家留下的那点米面全吃完了。可我一时又找不到活计。我听说政府不是已经给你们统一安排工作了？区领导说工作一时半会儿的还下不来，要我先回生产教养院等学习改造完了一块堆找工作。可我不愿意和那些人待在一起，心里总是想听您的课。妹子，我要是真帮了你，可就是害了。这话咋说的？我现在也是孤舟难行啊，再身难保百年身。若若我真是帮了你，就会给你带来无穷无尽的磨难。生计上的事儿，最好还是找政府。哦，我知道，冯先生，您是个好人。哎，哟，谁呀？肖同志，梅子，找我呀？有事儿？啊，屋里谈啊。你这些难事儿没找找冯景波呀？找他干啥？他是老师，您是政府，您不是说事事都要依靠政府吗？所以我就找您来了。对对对。哎，大梅子，你们家还有什么人啊？乡下有个娘带着俩妹子。没男孩？哦，没，一窝丫头，日子过得苦，要不我也不会到这地界来了。苏大，马局长不在家，他爱人苏大姐说了，叫你先送他回生产教养院。哎，妹子，你想家吗？现在农村都土改了，家家都有地种，日子也比以前好过多了。我看你还是回去跟你娘一块种地过日子吧。将来农村办起了集体农庄、公共食堂，有饭大伙一块吃，楼上楼下电灯电话。种地呀，用拖拉机，收割用康拜因，康拜因你懂了，就是联合收割机，苏联老大哥给的。你这么聪明，说不定将来还能当一个康拜因手呢。当然了，现在是困难点。这个你先拿着。小同志，
这点馒头你拿着，到时候吃。啊，不不，留着给小便流吃吧。哎呀，你还跟我客气什么？拿着吧。妹子，想通了。啊，肖同志，您说的那些道理，我虽然不全懂，但我信你的。哎，走，哎，妹子，来来来，我来，我来。走吧。我说妹子，我说呀，你还是留下吧。放心，有我吃的准饿不着你。再说里里外外的也不缺你这口，你说呢？不急了，李叔，我还是听肖同志的吧。哎，这就对。你昨晚什么时候回来的？整天不着家。你玩孩子，你也没吓坏。一大盆尿戒子，我还等着你。我来冲水洗吧。昨儿楼上冯老师找你，等了你一晚上。他找我，什么事儿？我怎么知道？哟，肖同志，咋？对，有个事儿啊，我得跟你汇报一下。云香阁的柳叶梅，就是我们夜校的学生大梅子啊，来向我告假，说是他生活有困难，课上不成了。他可是我们班上最用功的孩子，他要是上不成课，那可真可惜了。哦，昨天晚上你等我半天，就是这事儿。啊，哈，这事儿啊，你就别操心了。我都安排好了啊！哎，大力，哎，大力啊，我让你给我买的那个做不垃圾的料子呢？我都给买公债，我就知道你会帮助他的。你们说的是谁啊？云香阁的大梅子。那你是什么意思啊？你什么意思？哎，地老板不要脸，百块一个百块钱，先洗屁股后洗脸。李老板不要脸，百块一个百块钱，先洗屁股后洗脸。你说这美国鬼子他能打过亚洲将吗？那美国佬啊，心黑着呢，什么屁都放得出来。我那山东那侄子来信说呀，就他们家那玻璃都让纸条糊上了，摸不准啥时候啊，那美国飞机就来炸你一下子。好，那个下一个，来，请。这美国离咱们中国八丈远。他怎么瞅人家什么东西都是好的，啊？哎，爪子伸那么老长，哎，您说他能在咱们中国捞到点什么东西？啊？倒他一勺屎！还不是为了他那干儿子？谁是他干儿子？就是台湾的蒋光头啊！您没听说？啊？那个蒋该死的，上赶着跟着他干爹上朝鲜打仗去，还不是想拿朝鲜当跳板？顺着东北反攻大陆，去。蒋介石说要今年回南京过八月十五，吃中秋月饼。啊呸！美着他，那是中秋月。哎，吃中秋月饼。哎，我说就冲这啊，咱们就应该啊，早点出兵朝鲜，对不对？哎，嘿嘿，早点出兵朝鲜。先揍压美国一乌尔厅再说。哎呦哎呦呵，哎呦，你看这怎么说的？方师傅，哎呦，对不起您呢，方先生。中共中央关于镇压反革命活动的指示，也就是双十指示，就是要对反革命分子要杀一批，关一批，管一批。对外国反革命分子要赶一批，是吧？
不这样就无法保证抗美援朝和国内和平建设的顺利进行。目前国内的反动分子散布说美日台要联合进攻大陆，说我们共产党命不长，进了北京只能做两年半的天下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们是扭着秧歌进来的，秧歌不是进三步退半步吗？啊，在城市中特务把目标对准了我们中共的高级领导，在西北啊，我知道，特务把彭德怀、贺龙、甘思琪作为刺杀的对象，在上海特务行动组企图要刺杀陈毅、潘汉年，最近台湾又派来特别行动组来北京刺杀毛泽东和朱德。同志们，刘少奇同志对我们北京市公安局的工作非常关注，他说北京市的治安乃是国内外观瞻所系，因此我们派出所工作要多依靠治保会，凡是群众揭发检举的一律审查，不得漏掉一个。小李你先来。下面我把我们土塘刀派出所的情况跟大伙汇报一下。想吞并朝鲜，迈向中国进犯，朝人民并肩。哎呦，美国之虎完蛋！哎，肖同志，哎，肖同志，怎么这次报名参加志愿军的名单还没批下来啊？快了，快了，第三批区里马上批下来。肖同志，肖同志，来，我呀，今儿早没拉着人，可是我看您人，我看您刺眼嘛。你说什么？你看见谁了？保证没错，是他，扒了皮我都认识他。别慌，稳住了。哎呦，所长回来了。那什么，我去买房间去。小子，好了。哎，好嘞。小李，小李，小李，你回来了。小李，过来，快招呼人，抓四眼。快快！哎，你怎么知道四眼有情况啊？小子，是我亲眼看见的。你啊，我也跟着一块儿去。跟我快点！啊，哎，我们快点，快点，集合，集合，快点！啊，哦，他买烟去了。哎，哎，李百亮，听你电话，一会儿也不能离开。局长，没人。局长，来来来。还热乎，刚投不久。肯定是有人通风报信。马六清。抓着了？没抓着？哪能够啊？
其实能抓到。哎，局长！哎，局长，站住！饶命啊，局长！哎呀，别开枪啊，局长！我问他们，我交代我。我大白，我说局长，我全说，饶命，别开枪，别开枪，我全说，我全说。梅子，你回来了。肖大哥。走了。家里日子过得苦，分到我家的地没人种。我娘身子不好，俩妹子又小，就把地又押给了村里的二老歪。可村干部说，不准让出胜利果实，不准二老歪要。二老歪就找到俺娘，说要娶我。只要我娘答应，他就帮我家种地。哎，那你怎么没嫁二老歪呢？爸爸，二老歪的老婆子死了，他的大儿子才比我小两岁。哎，梅子，你们那儿还没成立互助组啊？有，可没人要，嫌俺家没劳力。从互助组到人民公社，这是毛主席给我们指出的一条金光大道，你是走也得走，不走也得走。梅子，别急啊，明儿个我告个假，亲自送你回去。跟你们村干部说说，啊，梅子，你留下吧，这点小米儿还够你支撑几天的。不是，你这是什么意思啊？肖同志，梅子姑娘这是反抗封建婚姻呢。她要是嫁给二老歪，那就无异于在落烟花。现在已经是新社会了，既然有了婚姻法，那你就要做李香香。不能做安娜卡列尼娜，这什么乱七八糟的？你先坐啊，小同志。我想这样行不行啊？我想请梅子姑娘帮我料理点家务，洗洗涮涮的。我这工作特别忙，你看我除了要带地理课，还得讲时事，实在是忙不过来。如果梅子姑娘也愿意的话，我呢就适当的给她点工资。这不能算是剥削吧？这样也好，先解了梅子的燃眉之急，也替政府啊减轻了负担。冯先生，哎，梅子姑娘，你快起来，快起来，别这样。梅子，起来，别哭了。谁让你报了信儿？来人我真的不认识，他就说是边城友派来的，让我帮着四爷啊，不是四阎王。那个，你什么时候加入的特务组织？我真的没加入过特务。那你跟边城友怎么认识的？啊，就是49年初啊，北平学生上街游行，我们跟他们动起手来了，有那么一伙学生啊，把我的帽子给抢了。就是这个边长友，他又给我抢回来了。我们俩呢，又一块儿把一个女学生弄得旮旯又打了一通。临了，我怎么回事？我又扯下了那女学生的裙子，就是这样，就算认识成了朋友了。后来呀，我才知道他感情是军统。这个边长友这次又给你交代了什么任务？嗨，他就是说呀，让我。保护四阎王啊，别出事儿。那过去扒女学生裙子的事儿啊，他们就不给我抖了出去。
我呢，当时也是想着往后要踏踏实实做人。我老实说，冯静波解放前到底认识不认识四阎王？我真的不知道姓冯的底，我要是知道了不说，让他们我养活个孩子没屁眼儿，我少耍滑头。边长友现在在什么地方？哎呦喂，我真的不知道，我都没见过他。后来这真不知道，这小子没他妈编瞎话。你怎么知道的？那个边长友叫焦三局的同志在黄村给逮住了，他供出的和王六金一样。局长，那就赶紧提审边长友，了解一下冯静波呀。嗯，晚了。局长，不是怎么回事啊？哎，焦三局啊，开了次斗争反革命分子的大会，不知道谁呢？不呀，就往台上扔了一砖头，正好就砸在那边长友的脑袋上，死了。嘿，这事儿邪性了，这天底下还有这么寸的事儿啊？你看啊，这车子里前脚看见了四阎王，冯定波后脚就来报告，但人还没赶到呢，王六金就抢先报了信儿。王六金供出个边长友，跟脚就叫人一砖头给砸死了。局长，我分析这事儿。得，你瞎分析啥呀？这事已经查清了，扔砖头的都是些苦大仇深的革命群众。帽子呢？这儿。这怎么回事？这是？哎，局长刚挨了一处分。为什么？滥用枪械，你看他屁股后头都秃了吗？哎，怎么值班时候吃东西啊？哦。没想到这事儿坏在王六金这兔崽子身上。要我说啊，当初没收警察格子的时候就不应该再留用他。哎，我说李三啊，你说在这街筒子里除了王六金还会有谁给四阎王报信儿？说的是呢，平常他不在街里住，街坊们也都不跟他搭了话，您说巴结他这号人能落什么好啊？他家大小子倒是个读书学生，人家都说他厚道，可是啊，没他们一个好东西。李三啊，哎，你觉着这冯静波这个人怎么样？您说冯老师啊，那没得说呀，就冲他敢带他去抓四阎王，那就是个站着撒尿的猪。冯老师，哎，哟，冯老师，这是给您写好的床单。冯老师，谢谢啊。哎，进来。哎，冯老师，我呀现在给您铺上呢。啊，那谢谢。梅子，辛苦你了哈。嗨，冯老师。哎，瞧梅子把你这屋子收拾得干净多了。是啊，梅子。我让你做的事儿太多了，其实你给我洗洗衣服就可以了，真是不好意思哈。瞧你说的，是吧？哎，冯老师，听听这话匣子吧。哦，我好像刚才听见正放侯宝林的相声呢。我这话匣子坏了，刚给修好的。啊，听听吧。啊，哎，听听有没有裘盛戎的《斩龙袍》，我还会唱两句呢。哎，我给你调调啊。新伟，来。新伟，来，咱一起来。哎呦，真好，就认你。来，吃这个啊。爸。哎，不对不对，刚才我听的是侯宝林和郭启儒合作的《卖布头》啊。送医院就走了，这段一声，我来，龙套生灾了。哎，本事得着急了。你是得问记一下，这是谁？哎呦呦呦呦！怎么回事？这是？哎呀，哎呀，冯老师，哎，真对不住，您瞧，全憋了。没关系。不听了更好，好了我更踏实。没事，快看看新伟的小鸡儿，小鸡儿垫了没有？哎、来看看，我们看看小鸡儿垫了。哎呦！冯、哎、难受是吗？啊，冯难受。
家里的事儿你别惦记着，到了朝鲜你就给咱们狠命的，狠狠的给呀美国鬼子推着头，让他们也知道知道我包多元的徒弟没有一个是孬种。您请好师傅，请好，行。师娘甭难受，师娘咱不把美国给他赶跑了，咱这日子没法好好过。那是那是。太子，关长，你可得全心全眼的回来呀。师娘，这个事儿是这个。梅子，洗衣服呢？哎，买葱了啊！我看这葱挺好，顺手就买了一捆。坐门墩儿，勾着，哎，看看看，妈妈回来喽！妈妈，哎，我说雅琴啊，我那烧裤衩子，你怎么这叫梅子洗呀？嗨，我跑水盆里了，他非要就手给洗了，我说他也不听。哎呦，你可真够可以的。梅子，新伟，妈妈，行不行？妈妈，哎，你就别沾手了，给我，给我，你够不着啊。肖大哥，哎，你说咱要是不出兵，那朝鲜人民军自个儿能打赢不？哎，你是不是又听到什么了？你们冯老师在课上怎么跟你们说的？冯老师说呀，咱们人多可没人家枪好。他说没说到底谁能打赢啊？他没说。没说？他怎么能没说呢？他刚要说就下课了。当然是我们能打赢了，光朝鲜人民军呢就在18万以上，关键这些战士都经过了土改，他分了土地觉悟就高，这一点是美国兵比不了。再说了，又有苏联老大哥帮忙。哎，对了，这不毛主席又去苏联了，给咱们借来呀3亿美元贷款。我听夜校念报纸的说呀，苏联给咱们的都是工业器材，咱们得还人家粮食、花生、油谷的。那这工业器材值多少钱呀？毛主席算好没有？到时候咋作价还人家呢？嗨，都是社会主义国家，什么还不还的？无私援助呗。哎呀，还呐，还是要还的。知道这3亿美元是多少吗？按今天的行市，合折65万万斤小米儿。这么多呀？嗯。肖大哥，嗯，苏联老大哥给的钱，咋用美国钱来计算？那美国钱就那么值钱？他是这样，咱们中国钱叫人民币吧，苏联钱呢叫卢布，美国钱叫美元。对，这美元呢，就是一个计算价格，当然咱们到时候要还不一定拿美元还了，是吧？35美元是合折1盎司黄金，是吧？在国际上那就是用美元结算，这是一个通常习惯。冯先生对美国还挺熟悉的，不，这报纸上都介绍过，学校里经常组织学习。大梅子，梅子，哎，大梅子，哎，大梅子，我这就上前线了。哎，到朝鲜呀，多打美国鬼子。成，请好吧你。回头我把我头一张立功喜报，我头一个寄给您。哎，班长，你赶紧的吧，我走了啊。快走吧。班长，冯老师，肖同志，在家走啊。那我走了。嗯，班长。打仗也得使巧劲儿啊，得用心。哎，咱们这回对付的是16个国家的联合国军，西方人他个儿大呀，力不亏，得用枪瞄准了，一个一个打。没问题，冯老师，回头我就使您教我那4两破千斤的绝招，使得了，我活逮他两个吧。好啊，我走了。再见。好，好，哎，对了，雅琴，这个是我师娘给我的点心，我吃这玩意儿干什么？给孩子留着，孩子留着啊。走了，走了，走了。哎，就这样，走了。好好好。来信啊，来信，李三小心点啊。王先生，看来您挺精通军事格斗的。怎么了？你教班长那4两拨千斤叫德什么？德和乐啊，德和乐，嗯，是个和德国军事教官学的吧？德和乐是满语，不是军事术语。哎，大李啊，这撒奇马与哈拉味儿的，你闻闻。这德和乐呀，
就跟这哈喇味的哈喇一样，都是满语。北京旗人多，就这么给叫下来了。这是天桥摔跤那宝三儿常用的一招，北京话也叫大别子。哎呦，孙老师，啊，没想到你懂那么多，你再给我敲敲牌子。好，打我你。哎，谢谢老弟。哎，来宝莲。攒那么多钱干嘛呢？等下小子呢，是不是？哎，你也坐里头，像正经的人那样在里边吃一顿，啊？别委屈自己的肚子。这不挺好的吗？吃饱了就得呗。谁还像你似的啊？你瞧现在进饭庄子的，可不都是像四阎王啊、什么金尿盆子那号人了？社会平等了。啊，对，你看像那位，穿的跟个叫花子似的。人家进门就要一三不沾，搁过去四阎王最好这一口了，每礼拜必来吃一顿。嗨，咱俩跟四阎王比，等以后把他四阎王，廊坊站的。龚望尘，国防部爱国青年训练班的张雅启，还有华北督导组的傅嘉林，保密局民政别动军的吴林远，对了，还有天津警管会宣传部的张红茂。你们国民党什么时候有了军管会啊？我说的就是共军，不，贵军军管会。这个张红茂是我们派进去的中统少校特工。李哥，哎，那你怎么一眼就认出他来了？嗨，这叫冤家路窄，老天有眼。哎，冯老师。哎，冯老师，你不是说你从来不进这院吗？你还说呢，李哥这两天特高兴，四爷给逮着了。啊？他没跑喽？跑？往哪儿跑的？代号五幺八二的特务，是不是也归你领导啊？嗯，我不知道。不知道。这个人你认识不认识？冯老师，你给李哥呀写个状子，到时候共审四阎王的时候好给递上去啊。要写，一定要写。像四阎王这样的坏人，那是非杀不可，留着就坏事。对，冯老师，您呢也甭费这事儿。像他这样的，逮住那准毙呀、啊，那不投赏我，我还去看毙了一波呢。有，天桥四霸王，林家五虎，福地皇上，那全都给毙了。还有那个一贯道坛主郭玉卵，华清馆掌柜的黄树清，公们俩，那全是拉天桥毙的，我没赶上他看。我先去。哦，冯老师，来，给我李三。哎，这回你可报了仇了。哎，在共审大会上，你可得好好控诉控诉。我那可怜的妹子，就是在这屋上吊死。啊，你妹子是在这屋上吊死的？特务恶霸！双手沾满了人民的鲜血，他们霸田地、霸财产、霸别人妻女，他们无所不霸。有的被他们逼疯、逼死、逼穷、逼走，害得人家妻离子散、家破人亡。这些吃我们肉、喝我们血的害虫，我们不能容忍他们，应该枪毙他们。对，枪毙反革命！枪毙反革命！枪毙
生决定，像四阳这样锅来水第一次都不解气，绰号大老扁，两次比解放前一贯横行前门一带，1946年一次因与居民发生口角，将其4岁儿童扔进粪桶背走，打倒粪霸锅来水，打倒粪霸锅来水。纯粹啊，耗子全猫的屁股眼儿，自个儿他妈做的。拿到鸡了，这钱干什么？拿回来！喂，警察王六金。四阎王怎么没插标子？参与镇压学生革命运动，他的案子大了去了，又给上面分子通风报信。宪判处王六金徒刑2年。枪毙反革命！枪毙反革命！想他这还不赶紧毙了，可别再跑了。他哪跑啊？哎，王强，王强，哎，来来来，李三你也来。哎呀，哎呀，别急啊！王先生，你把这副对联给李三念念。杨氏奸雄，为天害理皆有己。下来。因是报应，古往今来放过谁？冯先生是读书人。冯先生，您跟李三好好讲讲这副对联。你说这世上的恶人们，有几个不遭报应的？往后退点。王老师啊，哎，冬天就指着这个了。嗯，这白菜还不错，不错，都是清口的。王老师，嗯，今儿我跑了好几趟，去给你买那个收音机的管子，怎么都买不着。什么天心电量行、四明商行、打磨厂、电器合作社，不知怎么的，全让公安局给封了。嗯，是吧？我一进去啊，那伙计就像贼一样盯着我问，买那东西干什么用？买不着好，不听那玩意儿。我心里踏实。要不让我们家大力回来了，再想想办法。你们家肖同志他不在家，说是去口外山西啊办点事儿，我就让他绕一趟去石家庄看看我妈。他都说没工夫，也不知道什么事儿这么急。哎，冯老师，你也买点白菜吧。我呀，你怎么进来的？哎，冯老师，哎，你看，从哪儿买的？哪儿买去呀？雅琴说了，买这个呀得打证明。我想起来，我们云香阁啊，原来有个旧换匣子，反着金药盆的财产，也给没收了。我呀就给你拔了两个。这东西。现在对于我来说，有没有的也无所谓了。别动。哎呀，
我说你闲着没事你动他干什么呀？我现在我不想听这个。梅子，这么晚了，怎么还不睡啊？好女两不瞒，有什么事儿你跟我说啊。我是红皮石榴苦瓜心。梅子，想人了吧？冯老师这人什么都好，可这有学问的人怎么就不懂得人心呢？榆木疙瘩车轱辘脑袋，人家疼了他都不知道。Touch